宝山部落呢，虽然外观不太像我们印象中的部落，但是这边的族人呢，仍是非常的努力传承我们卑南族的文化。哇，很难想象这次的年纪呢，竟然由不到200人的部落呢，来共同完成这么盛大的活动，对不对？将近有10个部落共同参与的年纪，我们宝山部落办得非常的好。是。嗯，那讲到这个部分，我今天其实很开心呢、啊，因为那个祭司呢，帮我算了一下，是今年运势相当的平安呐、啊，相当。他应该不会骗我吧？啊，竹子哇，我觉得祭司应该是非常的，怎么讲？可能安慰我了哈、哦。但我相信他说的话。好的。讲到卑南族，讲到我们宝山部落，歌舞绝对是我们这里族人呢非常美的文化之一了哈。来，今天要唱什么歌给大家听？第一首带来我们巴布鲁之歌，是我们部落的长老所做的。嗯，歌曲代号是四八。哇，躲避式。巴布鲁之歌，来。很可爱，很漂亮，哇，像现场的少女一样吗？是的。好的。